向来是乖乖女的何超莲，人前人后礼貌周周，尽显何家淑女的风范。不过近日却破戒在网上上传头戴粗口字样帽子的自拍照。翌日她又在微博留言，不是有意要骂脏话，怕妈妈会生气。据知爆粗的背后其实是向男友吴克群撒娇兼打发醋意。何超莲见吴克群豪气包场，邀请曾称为我的女人的徐若瑄看电影。事后徐若瑄和吴克群更在网上打情骂俏。徐若瑄本周二在网上上载一张和吴克群的合照，还写道，你真的很有义气，你最知道钢铁人对我的意义。之后吴克群响应，钢铁人怎么可以让女生付钱呢，这不是我们钢铁的风格。如此打情骂俏，且徐若瑄和吴克群之前常传绯闻，何超莲自然要打翻醋瓶了。吴克群和何超莲结识初期，同时跟比自己年长五年的徐若瑄传出姐弟恋，而且两人完全不理外界目光，互动多多。包括徐若瑄亲自帮吴克群歌曲填词外，更亲自担任 MV 女主角。难怪何超莲醋意大发，唯一爆粗帽子，隔空向吴克群宣泄不满了。